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但是原来当我们慢慢研究过去的旅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一样东西，原来在全个人类历史当中是有迹可寻的。如果你惯了去找旅院的时候，你就找到过去历史当中原来所有的旅院都有个线索给我们去找，然后我们找到，然后他们都有个共通点的。共通点就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去成为这些的旅院，去塑造当代的基督徒。但是问题呢，如果你是真的懂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珍惜一个有一个谜去解的时候呢，终于你遇到以前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代的基督徒能够解到个谜题。你按照这个事再找旅院，你知道4500年前他们是怎么找到的，3000年前他们怎么找到的，2000年前他们怎么找到的，500年前马丁路德怎么找到的。但你找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一样东西，就是说原来你一找到这个时代的旅院，就好像石安一样，找到石安，甚至找到石安要讲的这套2012信息，你发现原来在历史上面每一个旅院都是因为一件事去发生，而塑造成为那个时代的旅院，去塑造那一代基督徒。但去到这一代呢，就发觉原来是全个人类历史成为我们的旅院。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为什么我们由阴谋论开始研究共同信息？为什么我们要发现 Olive and Turf以色列这个舞台，就好像以色列那样，你会看到根本由他们开始这个寻找这个圣殿山，至到起圣殿，至到起这个大卫的城，起这个所罗门城，你完全没想过一样东西，就是他会起了牛鬼出来的，是吧？原来当我们慢慢去寻找到这一代的旅院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原来有超人类的存在的，原来就是神是塑造了一个时间中的绝对存在，而家神不是再是呢用历史上面的一件事去成为这个辛苦的旅院。到末后这个的辛苦最后的塑造是用全个人类历史去塑造它。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现在主日信息，我们讲完了天马座行动，跟着现在直成是讲曼德拉效应，直成是我们就是一路讲全个人类历史就是为了塑造辛苦嘛。现在就是全个人类历史改给你看。明白吗？不是那一件事啦，是不是？不是一两个人名啦，一两个地名啦，不是啊。而家是全个人类历史，而人类嘅构造，包括地球存在嘅位置都变啊。咁你仲唔明系啲乜嘢？但真系有啲人都唔明，因为点解？因为佢哋惯咗唔研究圣经，惯咗不求甚解，甚至唔珍惜呢啲谜语。有人解咗个谜语俾佢听啊，佢都仲未听得明啊，唔好叫佢解啦。明唔明啊？就话而家你知道，原来历史上面以前嘅每一代嘅复兴咧，是用历史上的一件事，但是现在这一代的复兴是用历史的所有事。既然我们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所以我们是绝对不变，但是因为我们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为了证明我们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你知不知道除了用历史去证明我们之外呢，就是我们不变，但是历史在我们面前变嘛，这个就是曼德拉效应。而家我哋所讲紧嘅旅院，你见唔见啊？有几多嘢能够解得明啊？系咪？因为里边实在有太多嘅系要我哋喺唔明嘅底下，我哋都甘心情愿啦。因为我明知系嚟自神嘅声音，我哋明知系神嘅带领，我哋愿意去做，我哋愿意去跟随咯。而喺里边，因为我哋唔明嘅话，我哋愿意去解谜啦。咁我哋嘅智慧就成长。而呢个谜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噶啦，因为神要我哋进步啊嘛，因为我哋有咁多资源成为我哋嘅 support 啊嘛，系咪？既然神俾得咁多梯阶你，佢就要你更上一层楼啦，系咪？咁呢个先就系属于我哋呢一代我哋嘅贡献啊嘛，而唔系话哦喺上一代行到十级，我哋行到八级啦，已经我哋好伟大啦咁样。呢种叫做堕落啊，你堕落咗两级啊，你知唔知啊？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站喺前人的肩膊上面，你做得比他更加好啊嘛！这个先是辛苦啊嘛！这个就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你不会亏待了为你塑造历史的神啊嘛！所以我所讲的就是，有一天或者我现在都56岁了，有一天或者你们当中听我信息的人是接我班去带跟着个复兴的，但你千万不要想着我行十步你们行五步啊八步啊，然后觉得你天龙八步已经很厉害了，不是的，你一定要更上一层楼。因为为什么？如果不是，你就不配去成为
这个辛苦，甚至连同女都不如。因为这个显社会一个时代的 support 里面，就是他们的支援里面，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就是原来我们的环境是有属于我们铁定一样的身份，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然后使到我们更上一层楼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托付和我们自己的进步的嘛。托付就当然神给我们在这一代当中我们要完成的托付。所以现在你会明白了，我所讲的支援呢，原来我们第一就要找出他的存在，第二呢，我们要懂得和他互动，但是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已经牵涉呢是非常之多的进步和成长才可以完成。就好像你会看到，如果当时这个尼哥底母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话，那你想想要需要几大的进步空间呢？对于这个尼哥底母，又或者好像这个财主要寻找主耶稣，他都希望寻找永生，他要放弃了他所有这些财产变卖了之后，然后去跟从主耶稣成为门徒，你会看到他有几大的进步空间呢？因为他忧忧愁愁就走了，他没有做，他没有愿意即刻回应主耶稣都成为一个门徒。等主耶稣三年半之后都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怎么做门徒啊？是吧？你会看到，所以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做到啊？之后就没有办法做到的了，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就算连寻找这个女院都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更加遑论就是说我们真正进入这个女院之后呢，是照着这个女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塑造和雕琢，是吧？那在这里我跟着想列举几样东西给你略略知道为什么是这么难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靠晒你的老师帮晒你了，就是靠晒我去帮晒你了。譬如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好像打每一次 game 的时候呢，一个 game 你应付一个 game 的时候呢，他给你的支援呢，就是你打每一关新的关的时候呢，他每一个支援你都要深思熟虑，为什么他有这个支援，怎样善用这个支援，怎样将这个支援是好好做好他。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尽我力尽心跟随，随着神莫再顾虑，现决定用一生交主手里，向主委身，心坚决没气馁。愿拼命热心追随，再不管离合山聚，要奔往向天家终点跑去，在一路上全情全力进取。失去，永不倒退，灵里寻着依据，愿我坚忍，永生应许，尽我力为神奔跑。天路，愿我主。